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这是我弟弟张虎要拿着半本家谱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莫非你想说，莫非是我杀了你弟弟，想抢枪法秘籍？如果真的如你所想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你这可恶的东西，竟敢杀了我弟弟，偿命啊！看来我们虽不相往来，兄弟情分倒是不减。看来我可以安心将这八本秘籍还给你了。你要把秘籍还我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哎，那虎啸派掌门亲自选为徒弟，我看你心里是既羡慕又嫉妒。分家时，我一时又意气用事，以掌门池中名义，坚持将这本家谱留在宗家，他导致争执，撕毁了家谱。现在想想，那不过屁大点事罢了，但是脸都撕破了。我想道歉，也没脸可拉下。没有的话，我先告辞了。谢是一定要谢的，怎么能辜负恩公？哎呀，该拿什么答谢你好呢？但又舍不得拿出手，真是抠门。这样吧，你手上那本半本龙蛇枪法拿来我看看，我就不要求其他谢礼了，如何？这好吧，但是只能看一刻钟。反正我早看过蛇篇，在一刻钟将龙篇融会贯通，对我来说是绰绰有余。一刻钟内将龙蛇枪法用半部了，龙篇全数阅读。我看完了，这本半本龙蛇枪法还给你。不多不少，正好一刻钟，恩公真是守约之人。那是当然，不说别的，等你弟弟回来，好好和他谈谈吧。告辞。好，这个我们解给大家看吧，龙蛇枪法啊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奇怪女子，你这个女鬼个性还真是火爆呢，毒杀可是非常痛苦的哦。休想逃跑，休想逃跑！月，哎呀，太棒了！月，很脏。想逃到哪儿去啊？哇，这招帅！很脏。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月。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哼，休想逃跑！休想逃跑！嘿，呀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休想逃跑！脸多大衣服多，有机可乘。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龙子枪法蛮帅的。想逃到哪儿去啊？接招吧！去，休想逃跑。一点多大衣不得。可恶，没闪过。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这小子怎么这么难缠？枪法蛮好用的啊！有机可乘，接招吧！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太大意了！越，很脏，休想逃跑！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枪的范围比较长，比较好。得赶紧跟这女鬼打听东阳村民的下落，比较好击中啊。